关心民生社区，每年端午节拢有关心着弱势。今年物价起标，上个原料起大价。关心民生社区认为，端午节袂使无食粽，更加码呼应农委会担保基金正桥应景蔬菜。欢庆节日也邀请弱势来比赛，徛卵甲食粽，鼓励大家通通有奖。端午节伫欢庆里是唔惊起价，也要食粽、食桥、欢乐来庆端午。关下民生社区，每年端午节拢有关心着弱势，举办活动，要予大家食肉粽过佳节。今年物价起标，肉粽原料起大价。关下民生社区认为，端午节袂使无食粽，要予弱势甲乡亲有过节的气氛。肉粽食搁较贵，肉粽搁贵，咱嘛一定爱食，对无？对。哦，咱老话出来讲，对啊，一定爱买，对无？食桥爱咱爱食桥，哈，敢食桥一定会抽桥，哈。欢谢你！端午节有食粽的比赛，用甘马呼应农委会担保基金食桥应景蔬菜，讲食桥会抽到。肉粽是为较早就传落，袂使无食。虽然贵来讲，咱嘛是爱食，所以阮除了食桥、食肉粽以外，阮有影甲这个桥啊，因为注意讲食桥啊都好啊，不过阮甲这个桥啊有影展现出来，因为这桥啊是最贵的桥啊。这个桥啊，人咧讲讲，食桥才会抽到，所以讲，阮的你，每一个来参加，阮拢送伊两条桥啊，希望因过这个肉粽节过完，搁食这个桥啊，真正阮的你，真正会抽到安尼。虽然桥也标起，人人分提桥，食桥要予民生社区的民众有生气、有活力。端午节伫遮办活动的号脉，袂手软，都是要予大家欢乐。我们最近呢，反映很多说，我们的物价上涨的问题，所以今天等于呢，也替农委会来促销这个桥啊，哈，伫遮呼吁大家加食桥啊，对身体有健康。谢谢。即阵欢乐邀请朋友来徛卵。套中道在漫漫摸索当中，所有的人拢徛好，这也是端午佳节真特殊的气氛。社区的粽非常甜，又过新鲜，在场食粽比赛学到好食，鼓励大家认真，通通有奖。欢喜来参加咱这个关怀弱势，那么庆祝端午节的活动。虽然讲咱即摆经济无好，大家生活拢无好过，但是呢，这重要的节日，咱嘛是爱快快乐乐来过。那么祝福大家呢，会当端午节快乐。那么希望讲呢，咱的弱势团体会当感受到来自咱社会大众的爱甲温暖，让咱这个社会能够更祥和。那么也大家呢，能够共襄盛举，一同来付出我们的爱跟关怀。端午佳节伫欢喜里是无惊起。是要吃粽，也要吃桥，欢乐来庆端午。最新新闻，蔡明东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